一系列突发事件逼迫李宁玉必须重新的判断形势。他已经确认组织上还不知道会议计划已经暴露，这是极其危险的。现在侥幸的是他的身份尚未暴露，他必须想尽办法尽快的出去，去阻止会议的召开。金处长，你回来了，你还好吗？还好还好，谢谢顾小姐对我的关心。日本人对你用刑了吗？刑倒没有动，不过他审了我很长时间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明天还要审，所以今天就把我放回来了。岂有此理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老实招供，还想心存幻想呢？啊，你嚷嚷什么呀？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他推迟不招供，日本人又迟迟不放我们啊！这种鬼地方多待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危险，你别忘了门外那块丧门星石碑还立着呢。喂，老鬼跑出来了，你们快把他抓走啊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没有说我不招供啊。那太好了，喂，老鬼愿意招供了，快来人把他抓走。西门马塞西，你们听我解释一下，我想在招供之前跟你们每一个人都谈一谈。荒唐，你有什么资格提出这种要求？我能理解，金处长，你要有什么后事就尽管交代给我们好了，毕竟同事一场，该帮的一定帮。我的顾大小姐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跟他有什么可谈的？日本人知道。坏消息，营救行动失败，小钱同志牺牲了，没有跟老鬼同志联系上，他目前肯定处在极度的危险当中。鉴于这种情况，这次老潘，老潘，鉴于这种情况，会议是否如期召开，再商量。你不要太急了，会有。